在新加坡機場呢，除了有祈禱室之外呢，這裡有個 meditation room， 即是給你默想的。那你進來呢，他就需要將那些鞋呢就剝了、啊、那我就剝了呢鞋呢、啊、就放在這裡。那你進到這個房呢，他不是只是祈禱，他是給你默想的。你看到這裡呢，即是有些乾的樹枝呢，就即是裝飾在這裡呢，給你有些默想的空間、啊、你可以把行李放在這裡。這裡有些你喜歡跪又可以，你喜歡坐又可以，那跟一般的祈禱室有些不同。所以呢，它這個機場呢，除了有生命力，即是有個空間讓人家就算搭飛機呢，你都可以呢、啊、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默想去思考。所以這個呢，即是我是今次來回這個機場呢，新加坡這個樟宜機場是即係好深刻咯，佢幫助人嗰個靈性啊，喺個旅程裏邊啊，都顧及到呢個靈性。